哦，是哦。那他也去你们家？不是啊，我们刚好回去嘛，就看到我们打招呼，他说哇塞，好多菜，今天很丰盛，快点来吃饭。怎么换的？就是露营啊。很烫呢，等一下再弄好了。我们等一下要准备来吃饭哦。 还有一个菜哦，然后这是我们的饭。呜呼！哇塞！宝宝肚子都饿了，快点来吃饭啦！今天有很多美女妈妈们长出。你看这个肉重，我要直接去，我要走。那怎么办？要吃啊！好，我要去煮饭哦，拜拜。